种土路。踢的呢，因为前面放了气罐，用的橡皮筋绑着的，所以一有震动就会弹。前面那个转弯，我要看一下我东西，帐篷、睡袋之类的，提位了多少？新绑带果然捆得很紧。
度海拔下降1000米，一点都不爽好吗？松了，我靠！石头太松了，就是这种石头，你看，特别松。操！下到什么时候？一点都不想受这个路，真的。
这怎么搞？这个山就是康马界的嘛，然后康马这边就不修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终于他妈出人头地了。
没倒。真是拉满了，操！操！
这里有人摔过车，我就知道，我看那个单车印我就知道，不管是单车还是摩托车，反正在这里摔了。
安全。这是好路了吗？ GoPro 的头都颠下去了，我都没发现。哇，太不容易了，我靠，终于熬出头了。太爽，太爽！
立马起风。看那个山上，那个土好像是红色的，砖红色的，那边好像是石磨错，还是石鹅错，就在我的右手边，就是林冰川旁边嘛。那个湖也是红色的，好大的逆风啊！感觉而言，绝对不会比我这个破单车轻松。山谷就是
超大蜜蜂。脚现在像灌了铅一样，
后呀，